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不会谁闪现打我吧？不急。这桶子没扎到，有点可惜。他要升级了，得后退一点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等我火刀，这交闪也得死，活不了。要刷不好，我火刀什么时候会刷？我要暂时远离杀戮了。我们不回，不要用 Q。补尾刀，要让这线全部亏完，然后我们三级结束 W。兵线放到塔下去吃，他下波出来不要跟他打架就行。他们将飞满深渊，更多火药，人人有份。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，人人有份。不要有侥幸心理。这是瑞文，他皮肤是这样的。边缘行者看过，是小孩子的用词。完了，我不死了吧？让我升级，操了呀！我咋有这么高嘛？妈的，亏麻了！本来兵线放塔下来吃，吃完兵线之后我就是优势的。真给我把恶心了，这伤害，真死了呀！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人人有份。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他有药的，我信他一下就好了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脏东西，背叛，就像马年夜刺人。哭喊可没有什么好处。渣子，血量是压住了，但我现在怕被抓。妈的，还没升级，升级我都开大把兵线处理掉了，好黑法，兵线爆炸，我操！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。你们好，可爱的小灵魂们。他没叫打野，他叫的是中单。
他在中的话，我看这波线冲快点，总会有人亏线的，不一定要那个人是日本，反正我的线是已经亏了一波的。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。回杀又不够。OK， 两助攻。那日文又少开两波线。标铁斧，标铁斧。日文现在刚复活，五级。下一波不是炮车线，我想快点把这波线处理掉，然后回家。渣子，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操 ，Q 歪了。钱不够，我操，这狐狸，狐狸无敌了要。清算就要来临了，脏东西！他一个技能都不交的吗？没有机会，等加点奥吧。得不到的东西，统统烧成渣。OK， 不给他机会。就把下路遭大殃了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背后他们对悲惨一无所知，当心炸药桶。这都不叫一的牛逼啊，他肯定支援去了，我给他 发下信号。完了，这狐狸一个人就可以把中野给秀爆了。这波日文是无效资源。狐狸太肥了。Nice 啊，好想 K 耶，说实话我 K 了，我怕他心态爆炸。秒改预判他给 W， 不行就闪现跑。那我就不买不加血了，日文发育崩了。
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狂轰炸！有一个助攻都够了，丢！我继续发育我们自己的啊。现在正面的事咱们管不了，全部残血。我从眼部的海水重生。脏东西！人人有份。不要有侥幸心理。渣子，又一个！我和他们消耗一下时间。再刷一组掐不线就十一级了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狐狸没什么问题。算了，别跳。懂不懂什么叫爆坤呢？嗯？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给破壳者装弹。坏了，这么又招了。直接被砸死。打个技能也行啊，变羊变网，没炸到可惜了，撤。他那个狐狸是没大的，这不哎，谁又打我一下，操，狐狸大好。还好第一时间狐狸没大，不然这波未必打得过，他太肥了。所以我上波把他大招逼了，我立大功。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渣子，脏东西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人人有份。爽到极点，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又一个女坦不会过来包我吧？我看
起来很有耐心吗？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。这救不了。人人有份，把他们的腰子砍出来。丧尸狐狸也才十二级啊，我现在十三级。那就走吧，那就不打。那小红毛还挺难杀，我操！我擦，他有视野吗？喵的！出了个大的，幸亏没大龙。哎呦，大龙就爆炸了。那我先去带下路，日文是守不了我的，狐狸一个人也守不了我。仁慈已经和沉默了，太快点。日文回来没用，我两下就能把他给打死。完我傻逼了，我预判他叫 W， 结果这根不 W。这波被他菜到，那我直接原地两下我就能打死他了，如果我不交 W 的话。
我预判他 Q 完第三下然后会交一个 W 晕我，然后我直接用把 W 用掉了，结果这个人不交，我被他菜到了。干嘛？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哦？我虽然失去了船，没有失去灵魂。渣子！哎，这个暴击率太优啊，这个暴击率。好垃圾的暴击率。没事哦，他们家基地爆炸了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不行，我就继续带吧，我感觉我在正面蛮难打得到人的。那小红马和狐狸都好灵活。是大龙吧，只要是日文打不过我就行。小红帽还有闪，你别去了呀，你跟小红帽一样作死，本来喊那么巨大龙的。干什么？巨大龙。我在下路烦死他们。巨大龙不用打呀，你就站在那，对面就害怕了呀，就不敢来抓我了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快滚，不然打死你。
还挺会拉扯。小兵都要把我打死了。吸血吸血，我他妈吸吸不动了，桶子炸到炸空了。我还没吃宵夜，没得订阅的兄弟们给主播点部订阅吧，谢谢。如果兄弟们想要和主播一样厉害一样屌爆的话，直接加上面表哥的邪乎微信 DIGG03 什么。